你俩等等我呀！哎，参领，你也在这洗澡呢？哎，我跟参领挤一间，你俩挤挤。别动，我去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什么都要抢。哎，陈岩，你洗澡怎么不脱衣服的？我用你管，我连衣服一起洗不行吗？洗你的。啊！怎么？没事儿，消停会儿行不行？啊！我发誓，我刚才背对着你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你都知道？我，哎，你放心，他们我来拖住，你赶紧穿衣服。兄弟们，我来了！哎，哎呀，洗澡了！哎呀，洗澡了！你洗澡吧，哥，房子。哎。这家伙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难道是洗澡的时候看到的？